最新消息，受到这个中台卡努台风的影响呢，北北基宣布明天8月3号停班停课。再为您重复一次，主要是受到中台卡努台风的影响哦。那么北北基刚刚宣布了明天8月3号停班停课。那么另外在桃园的部分跟新竹的部分，则是正常上班上课。好，以上是一个最新讯息，提供给您。